俗语讲了好。哎呀，啊！你今日搞我弄叫来，到底什么代志啊？我等于钓鱼，无啦！你搞我弄叫来，是有什么代志？阿爸，紧来啦！我等你要看我这边蛇鸡呢，要冲上金光。代志是安尼啦，我老啊啦，明年明年老人年金嘛啦。哦，咱这个餐厅经过了十档啊，收起来咧无菜。啊，恁三个算讲。该教拢教好恁啦，功夫恁也差不多练个差不多啊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啊，想要在恁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个，我都来换这个店的人。哎呦，那就是你啊，那就是我啊。但你今麦叫啥？老的啊。所以你是阮谁啊？阮恁某啊。你讲我啦，我连你赖都无，我当去娶你。原来你无输顺过，你报完了嘛？这少年不得无嘞，这是。我刚刚讲吼，阮边啊碰趴，你偶尔照顾。碰趴，我碰趴啦。伊个手艺吼，一定教你。手艺啥物件？手艺啦，一定教你就行诶。我煮诶物件，饺子你上。一个饺啊，一个饺啊。饺子，饺子，饺子，我菜水准哦。参赛小港啦，哎呀，我做够煮的啦，伊啦，卡本手啊，卡啦，卡无，等下切物件，咪去撩着，去挂着，去抬着，不管是大细物件滴啊，哎呦，刚才讲物件我白参，哎，有当哇含咧，你参面讲个白色，参咪白疼去，迄顶个姓欧娘啦，靠，无见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感觉吼上适合的人选就是碰。你甲看啦，伊拄来的时阵吼，哎呦，三个伙伴哦，啊，因为吼学会晓你的手艺啊，逐工拢食足好个，家己食到安尼碰倒碰倒，哎呦，偌高级嘞！你若真高级啊！哎，乱来！你炒不要炒吼，这是咱餐厅嘛呢？哦，都是伊哦，伊就是伤过头爱食。哈？哪煮哪食，迄人客呐，有阵阿伯来物件食了了，啊，要食啥？所以这款呢，袂使啦，袂下啦。爸，我跟你讲啦，这无适合，上个适合的是来，进来，来碰碰诶，碰碰诶。你介目睭细蕊啊？无，阿姨我大蕊加一个细蕊会拄啊好啊。阿姨你无惊我？喂，爸母啊，你食啦，你摸咧啦。阮碰碰诶吼，骨力做，而且佫袂枵死。煮食佮煮了好，这上佳赞的人选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啦。而且我佮西小料上小香，小料，你是你是啊，小料，大家小料拢小香，上小香的人就是我。拢春节红名，我跟你讲，一介碰碰。碰就是讲家己讲外敖，外敖拄啊，即款人来碰人做人无老实干，人不乖，安尼袂用个啦。所以讲嘛，我跟你讲，你讲假的啦，一定是我，一定是我，小我啦。伊安尼比你早着了，哎，你电视台听二波，唔知要拍啥？你天天吵吵，天天吵吵，天天吵，拢卖吵。开始，我总有办法。哦，要接这间餐厅的人，上电话就是靠恁的厨艺。哦，啊，就了解讲，什么人是一个一流的这个中破菜。安尼，我来到三人。为上基础开始，烹盘。烹盘，哎，简单呐，简单嘛，无什么问题吧？哎，你们讲烹盘，不是一手烹一碟呢？哎，你两手在烹几碟？为者烹去家遐。简单哇。烹几碟人就算赢哈。你先来。我先来，好，来，我跟你斗三工。哎，一个人三十秒，一百，我先三，开始。好。不好啦，你物件哪去哦？快点，找到来啦，找到来啦，无啦，凊彩尔啦，不要紧啦，那无啥。你。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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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过来
时间到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哦，轻轻松松十二半年，来，贴定，半年，来来来，来，来，第二个碰到来，碰到的。是你吗？我是碰到，我是碰到，又碰到人。不是不是，三十秒。开吞！哎，看你外高，看你外高，看你外高啊！开吞！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没停没停，来过来过来过来。哎，到底看不？就是看得就，可以猜吗？哎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没停没停。哎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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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会嘛？好来。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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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会。好好好好。这里有。啊！冲啊冲啊冲啊！哦，不能差几波了。开始播吗？十十一十二十三。哎呦！贴定贴定，一个比一个卡的，第一个十二磅啊，第二个十三磅啊。哎，碰风的是，碰风的三个伙伴。十三呢，我无都破下过。试看卖嘞。好来，准备好势吼，来。来啊，收费伊提袂了，伊提袂了。来来，手来，这个手，这个手来，这个手来。刚才在用嘴夹。来来来，扣嘞扣嘞。过来过来。高了吗？高了吗？高！时间到！哇！我来算看卖啦！来来来，分神啊！分神啊！中中班嘛吼，中班啊！哎，超过十四啊啦！哇！所以一个一碰上，碰碰哎！哎，生活迄个嘛，嘿，蛮多啊！对啊！来，我直接宣布。我做这间英语餐厅人就是碰风啊！你做啊！但是现在，我以前那两个人都没得改的，我什么都是不听话的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咱输赢对不？比赛可比投票更快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是。啊，咱免讲看别人赢，咱就对阿你唔甘愿，咱来给祝福。没有怨妒别人，像你这款的吼，刚才有两句成语会当形容。第一句叫做“看人放屎熬着顶”，第二句“目睭看无目下门”。在这情形下，来摆好，赞成第一句的，请举手。看人放屎熬着顶。两票哦，感谢。安那解释？因为看人放屎熬得甜，啊，放屎就无卫生嘛。啊，咱看人放屎，是啥放屎像无卫生？是啥人袂放屎？好啦，我讲看人啦，看人放屎系啊，咱就我，啊，不是家己放啊，是看别人放，我就有咩吐？我感觉较多安尼。输啊，个唔认输，安尼像诶，小可恶心啦！哎呀，你这人卖恶心啦，输啊输啊！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是。完全无资格。安尼嘛，我感染着。是。好，另外这两位，甲这两位，拢恁拢见个是叫做目睭看无，目下门，目下门。你解释，你解释。我刚刚吼，因为目睭，咱的目睭就是看袂着咱的目睭，因为目睭无着咱顶目睭顶管嘛。本来就看袂着。本来就看袂着，所以我们看不，咱看袂着比咱较悬的人。哎呦。咱看袂着，咱看袂着迄个即个近视比咱较悬，咱就是看袂着。一山足有一山高，强中自有强中手。你是这个意思？就是无自知之明，无自知之明。第一之明。老师请公布。这个单位这届吼，这两句吼意思做我，不怪因的安尼分袂清楚吼。哦。嘿，先解释什么叫熬甜啦？熬甜是安读个，嘿，熬甜是安艰苦甲话拢讲袂出来。哦。看到恁这普通空啊，我真正是熬甜目眶红。
迄熬天是我都讲话已经足伤心足艰苦的。哦。啊，以早时啊，因为早期农业社会吼，这晒料拢会来做有机肥。是。嗯。啊，看人放晒料，哦，啊，因兜啊肥料比咱兜较济啦。哦，咱开始起万度，起万度，安尼说，看人放晒熬着甜，还是起万度？起万度。哎，所以即亲像啥？哎，火烧目睭门啦。目空吃，阮倒别人吼，火烧目睭毋是目空吃。对啦，我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另外第二句吼，目睭看无，目睭门，因为对头讲的，你家己的物件，家己看无，家己家己好，别人的生啥无？啊，有时讲别人，俺无时讲家己，俺拢毋知家己的问题啦。所以那头啊，碰个要强调是讲，咱袂当怨妒，袂当怨妒，所以爱安那，正确答案应该就是。看人放屎熬着甜，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。你竟然又会着，我出门啊，恭喜的拍破嘞。